2024公司迎新年会，企业发展历程做出这样的动画效果，是不是会惊艳你的领导？这个效果其实并不难，一分钟教会你。在页面插入文本框，输入数字，打开 iSlide 的插件，设计排版工具中的环形布局，将环形布局数量设置为20，然后适当调整布局半径。点击旋转方式，选择全部零度，将角度更改为90度，点击刷新，然后点击应用。依次更改每个文本框的时间。在页面插入圆角矩形，设置为无填充，渐变色边框线条，利用圆角矩形、三角形和直线制作出指针的样式。然后给页面插入标题文本内容和其他修饰性元素。复制一页幻灯片，旋转时间轴，并修改文字内容。按照同样的方式不断复制幻灯片，直到所有的时间轴文字内容排版完成。然后将第一页的文字内容复制粘贴到第二页，并将其移动至编辑区以外的左侧。将第二页的文字内容复制粘贴到第一页，将其移动到编辑区以外的右侧。按照同样的方式完成所有文字内容的复制、粘贴与移动，选中所有的幻灯片页面，点击添加平滑切换动画，将平滑切换时间更改为 1.5 秒钟。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页动态企业年终发展 PPT 时间轴的动画效果制作。怎么样，你学会了吗？我是大江，关注我，学习更多 PPT 制作技巧。